想你，就叫天我的星星，我知道你的旨意，可惜我缺乏勇气，很多时候我选择逃避，因为这样比较容易，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，我不顺服你旨意。看见人的血迹，我就感到非常压力，再加上自己的情绪，感觉真的走不下去，可是又想起你的旨意，怎么能够就这样放弃，所以我祷告求你垂听，我需要你的鼓励，我求生命充满我的心，刚强我的灵，坚定我信心，让我重新努力，更新我心意，加添我勇气，让我能够全心遵循你旨意。真的走不下去，可是又想起你。